三站。恭喜我们请协助到侧边稍后，恭喜亚军的陈正友姐姐，她是我们第三班的班长哦，非常的恭喜她，谢谢。我们埔心乡代表会的谢翠萍，谢代表非常欢迎，谢谢。好，我们看正前方，谢谢。恭喜陈玉机人，再次恭喜，接下来恭喜第三名季军一样是正前方一二三，而且前阵子因为疫情，他也请很多相关疫情的量比较少一点点哦，大家期待一下，希望恭喜。哇，给他一个掌声鼓励，大家对他应该很熟悉，也帮我们做很多的报道，谢谢。邀请我们农会三长，我们是不是一起走啊？哈，我们大家坐好，前面跟上来，我们各位朋友们请坐。该是谁送的开的日记哈啊，一也是大日子哈啊，各地方都在做一个很多的活动啊。今天是埔心乡农会新产品推出跟农民节的活动，我们今天的新产品推出是继我们芒果冰棒、林味冰棒，还有这个一口冰系列，那继续推出的这个芒果金芒果麦芽饼的新产品。我们这个产品哈，非常成功。第一个我们不会黏黏，第二个吃起来会有那个金蜜芒果的味道，那适合在休闲的时候，不管是喝咖啡喝茶都非常享受。啊，今天又是配合我们农民节，所以哈，主要我们农民节新产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仓库餐厅的开幕。我们仓库餐厅是结合西港的麻友下来做的，非常有特殊的餐饮。欢迎大家有空来试吃我们的新产品，我们的忙里偷闲的饼，还有我们的仓库餐厅的美食，欢迎大家，谢谢。饼不止在网络上可以销售，我们在清水休息站可以买得到，在我们农会这个很多农会都会帮我们销售，在主要是我们农会的网络都可以销售买得到，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来购买我们这个忙里偷闲。这有什么？这边有什么？给他一个掌声鼓励，大家对他应该很熟悉，也帮我们做很多的报道，谢谢。邀请我们农会三长，我们是不是一起走啊？哈，我们大家坐好，前面跟上来，我们各位朋友们请坐。好，来，我们贵宾朋友们，大家在我们前方的特别要为大家呈现这一次我们研发的新品，在农会购物中心三明乡的散发金蜜芒果的香气，内馅的麦芽融合金蜜的芒果酱，秋花式的设计。来了，陈总，来来来，西港哦，在这里看到了，好，还有我们那个科长，要不要代表农业处来一起拍照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对，哈，我也站过来，好不好？金蜜芒果麦芽饼，赞！我们先给中间一个画面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埔心乡农会，赞！谢谢，再次的谢谢我们台下的贵宾。